Hello， 我江江，今天来玩这个《奥德赛》啊，刺客信条的。那我现在想办法来冲到这个五颗星的炫赏啊，现在已经有三颗星了。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这海战的部分好了。马上被打、啊。OK， 红色船是那个斯巴达，黑色是海盗船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他过来。还要被撞，被撞，被撞！射他，射他，射他！好，射爆了之后可以登船。那他这个一共有两个模式，一个是射箭，一个是那个丢这个长枪哦。对，那登船的时候跟那个黑旗一样，也是一样，打爆船的时候就可以上去了。等等，我没箭啊！根本是要想要抓他，被杀死算了。我发现就是像这种有那种副手啊，或者是那种雇佣兵的，都可以把他抓起来当成那个副手，还蛮好用的。我这边船上有几个是别人的，就是别人的雇佣兵，然后把他抓下来。凶凶凶凶凶凶哦！对啊，要走要走。还有另外一种方式，怎样？冲过去，撞他。撞成两半，超简单。只是这样子撞成两半的话，那个资源就很少。现在也是三颗星啊，我们现在想办法打到五颗星看看，应该会多很多其他的佣兵过来哦。那前面是这个斯巴达，然后蓝色是这个雅典，然后白色的话是商船，商船也是会反击啊，只是蛮弱的。哎，这是斯巴达吗？这还是这什么船啊？红色，射他啦，管他，这螃蟹，这应该是商船吧。啊！不浪费，不浪费，走走走，撞他！你现在顺风哎，没有抓到。再一次，爆了！应该有增加吧，增加那个。炫赏，撞他！他已经沉了。OK， 我们现在还有少两颗星哦。现在去打哪一个？讨厌哎，下雨。要杀一头羊，真的吗？献祭哦，那个时候这么迷信哦。我怎么一艘船都没有看到？没有，没有看到船。开到别的地方去哦，我觉得应该是下雨天船很少。看一下地图哦，我们开到这边去好了，应该有机会。神生气了是吗？是因为我炫赏三颗星吗？哦，看到看到看到右边。毁灭者，新的佣兵哎，
撞他，撞他，撞他，撞他！哦哦哦哦哦！躲躲躲！太远了，太远了！过来，他过来，他过来，他过来！射射射射，快射爆他！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！等那射爆之后呢，可以选择撞断他，或者是跳上船，有没有？我是觉得，因为他是佣兵啊，而且这个已经不好抓，直接撞断，直接秒杀啊，是不是啊？直接把他击败了。船上面还有宝物可以拿、啊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走，继续打。为什么没有升啊？我想说升一下那个炫赏，来商船。棒！哇，38000耶，哦，爽！再来下一艘，这艘又18打了。18打，冲啊！虽然说是我爸的佣兵，但是我还是想把他打烂。Let's move. More horse. Ready, arrow. 射箭，射箭，躲躲躲！船被射烂了，躲。来，射爆他！耶、yeah ！哪边在射？后面、啊。哇！秒杀、啊，是不是？冲撞了，冲撞比较快啊！有深了一点，深一点了，不留活口啊，是不是？不留，哇！哎，商船，一个都不留。棒！东西好少哦。哎、欸，有艘船过来了，撞他！撞他！对呀，还四个木头啊，烂哎、欸！撞18打船好像比较多一点。先撞后面那台战舰，那算战舰吧。这台海战没有那个炮弹，然后我就来骂我。冲啊！嚯嚯嚯！关七，射射射爆，快耶！现在变我是坏人了，对啊，我是海盗。啊！转啊！哎呦！被他撞断了、啊，不留俘虏啊！冲啊！两，四颗星了，来来来，来5颗星。目标是5颗星，来，会遇到什么样的怪物？想跑？耶！沉船哦，沉船哦！过来，转过来！
饱了。冲啊！东西好少。战舰来了，加两艘哦。Let's go. We're moving now. 哇！射爆他！射爆他！射爆他！超好赚的、啊，赚钱又赚木头、啊。Get the lady to fire. 等一下啊，绕过去一点哦。准备要五颗星了。哇！直接秒杀！哎呦！哎呦！商船挡住我了，恶名昭彰，嚣张啊！追过来了，追过来了，他冲过来了，冲过来了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转转转弯转弯转弯！躲躲躲！快躲快躲！哦，熊哦熊熊哦熊哦！躲躲躲！快点！转我转转我转！怪的怪的怪的！哦呦！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！快躲，快躲，快躲！来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！太远了，太远了！走啊，最好汉，最好汉不是很强吗？来啊，来来来，我们这次换标枪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射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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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哇，这么多发啊！啊躲躲躲，快快躲！爆了爆了爆啊！爆了，哎呦，快快躲，快躲，快躲！哦耶！最好汉也挂了，是不是海战超好玩的？我觉得，因为他们现在等级还比我高，我现在才十还十一级吧。那如果十三级的话，我觉得上船有点容易被他们打死，直接把有鲨鱼，有鲨鱼，砰！有鲨鱼可以顺便清一下这个鲨鱼了。也获得一些皮革。鲨鱼嘞，冲啊！再见了，流亡者。哇，超好赚的，超好赚的。所以我清掉那个两个佣兵之后，我就少一颗星了。来来，继续继续，会吸引更多佣兵过来啊！冲啊冲啊！
登船，登船，登船，做个最后的 ending， 是不是？继续烧吧你！算了，不留了，不留了，冲啊！砰！OK， 我们这次的海战记要到这边啊，喜欢帮我按个赞啊，一遍。OK， 那这就是恶名昭彰的奖杯的由来啊，先到这边了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